等一下就要上飞机了，天已经有点亮了，我都还没睡。好开心哦！这是什么？啊，就是 NEX 啊，我们要去东京车站，提着笨重的行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日本的宅急便要自行的话，只能明天，这样代表我们今天晚上洗澡就没有衣服穿，对吧？现在在银座的木吉里面的地下室，地下室是食堂，我们快饿坏了。计程车初体验，